对，回蓝天。来拍给你们看看啊，这还是被我手已经弄了很多的了。抽湿机油，哦，又上手。我说话呀，你们听不到吗？这杆位置不大好。妈的，吓我一跳！我差点把手机摔了，把这个狗吓得一哆嗦啊！已经打了20分，哎呦，一个小低杆。来，我们看这一颗啊，这一颗可以来叫这里，也可以来顶一下啊，或者往中间来钻，不顶都行啊，看看他怎么想。因为这里有一颗，这杆可以两库棋。低杆左塞一库，好像有点不对。
这一杆会不会打薄啊？这种球容易打薄，同志们，不会打厚，很神奇啊！我们一会儿看他打，要么进球，要么打薄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打薄了，但是还是进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西吉斯打了43分啊，然后换人，但是也没好的机会，这又能在拼中带吗？没有，直接跑。你又不是女人，我为什么屌你？我没这个兴趣爱好。这颗实际上就可以打个简单的回来就好了，交给西西斯来处理，把这颗也打活。什么叫你是我的客人？我家没有客人呢。有机会，3分后面。好的。这根不好救啊，救了之后呢，容易卖球。如果希金斯这样来救球啊，这样来救球，这样来救球，来顶这一颗，但是这个几率顶了之后还要白球过来不卖球，这个几率太小了。好好看球，你不要刷屏，再刷屏经理言哈。他搞的是哪一颗？他不是这样在搞，他是要进堆堆里去。想去贴球，诶，好像成功了吗？这一颗没成功，不成功变成人，这是一个套套的广告啊。
哦吼！没顶出来红球。浪费了一个机会。浪费呀，不过没办法啊，运气不好，差一点点。好，又上手。诶，周玉龙好像前几天刚刚好犯了一个事儿，是吧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老把他和张安达记混了，是他干的，不是张安达干的啊。薅球，然后恐怕要被罚款。还是没戏。
欢。怎么看一下手机又上手了？还是一直在打呀？没有打呀，刚才。怎么那么奇怪？这几个人打的。小比赛不用说，就是特鲁姆普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们在商量啥？裁判在干嘛？裁判在干嘛？我声音开到最大了，听不到。哦，分计错了，现在九分十四分，希金斯四十三，又是十五分十九分。哦，分计错了，分计错了。现在二十分。又没了，你看我一看他就又没了，然后一低头他又接着打，一会儿那么奇怪。哎呦，还好这次我没低头，不然又看不懂了。这局那么神奇呢，控一杆就又上手，打两杆又掉啊。打了他又该掉了。这样慢慢的居然能追平了吧分。哦吼。这个还换得挺快，换人。碰到了黄球。看这个比赛真的不能分心啊，一分心就看不懂。
哦，这个角度很好，刚好推过去一库啊，起来一点点，有一个角度来打。刚好这样推一库，再起一点啊，起到这。然后打不进，留个中袋给周云龙，中袋角度有点大，不过推进呢没有问题啊，推进可以从这里下，还可以去 K 黑球。来吧，就这样干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导演在此啊！哎呦，差点搞死！不听陈导的呢，打黑球，母球回来。嗯，可以。那扎就是两库。可以直切，就是一个薄。这样黄球控不住黄球啊，不知道黄球去哪里。现在双方相差22分，打两颗。哦，没救到，这个一个高杆，还有绿球可以搞。估计走不到那么多，只能走到这里来。真的是走不了那么多，还就少了。哦，
他要这样来搞哦。没下来，没下来，还好运气不错，就会弄反。打到了带角。这一杆，西京是打了一个高杆的右塞，同志们啊，目的是停住白球，让白球尽量的踢库。这一杆可以把四分往这里打啊，然后他回去这样回，母球呢就可以这样来走，这样来走。啊，利用中间这三颗来做。哎呦喂！凌晨播啊，你到时候来看就好了。不客气，反正你会白跑一趟。嗯，这小伙儿还可以哦，傅哎。没问题了。17分。白球不够力，这一杆简单一点的，可以把这颗球往这里打，母球顺势往这里回。那这种球呢，就是把打中，打中了之后放袋口就很危险。哦吼，Game over，没了，同志们，信不信？坐上，没有，要打不到就不好解啊，打得到好像。诶，打不到，容易擦身而过啊。没有没有，21，必须要做。
OK，OK，okay, okay, 大了力气一点点，那这根太好救啦，太好救啦。哦，星期四的塞还加的强一些，他打的上了一些，他瞄到这儿，看到没有？他加的很强的右塞。好，这一杆才是叫机会，打中低右塞搓下来，哎呦，好像露出来了，重了一点点。找对称点呢，基本上没用。解球呢，关键在于哪里呢？给你们说一下哈，热胀冷缩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跟这个基本上没有关系。勾股定理，几个人学过啊？啊，没学过也可以排除掉啊，都不用管这些东西。实际上，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入射角、反射角，大致这样去找，然后带一点点的顺散。久了之后呢，你的眼睛里全是线，就跟白内障似的。你就大功练成了。这一杆，很好的机会啊，很好的机会，很好的机会。没打对，没打对，没打对，杆下低了，非常好的机会。啊，白内障是一片嘛？那不清楚，我没得过。那初期白内障是不是一根线一根线的呀？这个黑球的位置呢，也是非常难做球的。这个五分打进了之后呢，试音师的舌头好喜欢玩舌头啊。哦，没了。这种角度拿着基本上都是要进的。诶？居然还出这个事情。
有希望。哎呦，不看也中了。11.